现在我们到了扬州啊，到扬州的第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取快递啊。我们买了好多好多快递啊，都寄到了扬州啊，因为扬州有朋友在这边啊，然后比较方便一些，都是买回家的东西啊，把整个车都塞满了，都快放不下了，看看买了些啥玩意儿啊。我们是把车停在这个公园这里啊，这里还比较宽敞的，比较安静。把它开了好吧？买了好多东西啊。让阿白帮忙拆快递。也有大白的哈，也有大白的好多快递啊。这是你的，你自己拆吧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他的雨衣。他的雨衣啊，给大白买的雨衣啊。因为江苏这边经常下雨啊，买个雨衣备着。各种啥玩意都有。刚拆了一部分啊，把大件的先拆了放了，要不然车真的是不好拆呀。这个是给大白买的零食啊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啊，大白过年也有的吃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在网上买的，就是一滴老窖啊，因为之前喝新疆的酒就是还不错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买了两箱给家里人尝一下啊。一滴老窖应该不错的，这种是包装瓶子特别好看，对吧？浓一点吧，十年精酿。对，十年精酿，我就看两种嘛，因为都是一滴老窖嘛，我觉得应该都还可以。然后还有这么多杂七杂八的，一开了吧，爱死。这是大白的狗粮，因为大白吃的一块没了。狗粮拆一个。狗粮里还有送来个牛肉棒啊、哦。送的。这么好，这买了多少斤啊？五斤，20斤了吧？20斤啊！大白要不要吃啊？大白一看到吃的就叼碗了，因为他一个吃货。大白这个狗粮是从小吃到大哦。吃杂七杂八的，来吃个牛肉棒啊！牛肉棒，因为买回原来的话，就是有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包装小一点，大白吃得惯，然后呢也是就是小包装一点，几斤装的。对，不然那个大袋的感觉容易坏哈。你要吃的是后面的味道都有点变潮了一样。对。看看还有一些什么呀？实在是太多了啊！哎呦，这什么这么重？哇，好重啊！这个是暖宝宝啊，然后麦姨说江苏这边太冷了，尤其是到我们家那边，然后呢说行走的时候啊一定要带点暖宝宝。啊，这么重啊，知道吗？买了60个暖宝宝，你一天要贴多少个？你这是为过冬做多大的准备啊？这么多暖宝宝，哎呦，怎么感觉坏了一样？哎，这是暖宝宝，这暖宝宝是给你的啊，太冷了。暖宝宝好像都是硬了一样啊。来拆了，哎，等一下来拆啊！来，这里的雨衣，拆吧。捣乱，阿白，拆吧。大白拆。麦姨真的是要过冬了啊！60个暖宝宝够你用的。有这暖宝宝，我就不怕冷了。放着吧。先放着，然后。阿白，雨衣咬烂了。哦，完了，雨衣咬洞了，有了个洞。你这雨衣不防水了，干咬了个洞。还没买呢，就还没穿呢，就一个洞了。买不准让你穿雨衣的。哦，说你一下还不高兴呢。这个不拆了。他也要给他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穿呢。乖乖的。刚刚大白这个雨衣还没有拆呢，已经被他给咬了个洞了，已经。不知道是咬到哪个部位啊？你这雨衣要防水的，你这怎么防水呀？完了，咬到哪里了？肩膀这里。拿个针给你缝一下吧，阿白。你看你咬的洞，两个大牙印。试一下给他。等一下你给我拆快递。这跟少年猪一样，上厕所都没法上了呀。哎，上厕所的嘞。哎，给他看一个。哎，这上厕所怎么上啊？这雨衣设计的不合理啊。下雨不是要搬它？哦，这个自剪的。啊。这一块自剪的。啊，还有一块要自己剪的。自剪的。最后一步了，给大白把那个按上。穿个雨衣要累死了。穿个雨衣还不如给它擦一擦呢，是不是？跟包粽子一样啊！大白还是有点胖哦。大白，这个雨衣可以吗？不可以也不行啦，退不了啦，被你咬烂了。
你天哪，这里刚刚咬了两个洞，这能不能用什么补一补啊？拿个针缝一缝应该好啊哈。嗯。啊，拿个针缝一缝。哦哦，这个是帽子。哈哈，老板好听话。这是个帽子。这穿着。怎么跟包粽子一样啊？下雨天就能出去玩了，下雪也能出去玩了。大白穿上他不高兴了，有没有？你动不动好帅的，阿白，帅很帅的，帅帅的，帅狗知道吗？这个有点紧，嗯，是有点紧。大白，大白体型太胖了，穿的感觉有点紧啊。有点苗条，哎呀，拜拜。直接拿剪刀来给他开个裤裆吧。嗯，等会儿吧。来，拿剪刀来。现在哪里在身上开裤裆呢？没有这样说法。哦，那不然你不知道开哪里啊？他不是有画线的吗？阿白穿上这个雨衣，感觉傻了已经。很帅的阿白，走去玩好不好？走，走两步我看看。他不想动了。完了。看他脸一脸无辜哦，他都感觉被束缚了一样，定住了。咋啦？没事的，这是雨衣呀、啊，这是雨衣呀、啊，好看的雨衣呀、啊，走走走，走走，好帅哟、哦，阿白，吊起来，走路感觉好像，哎呀，甩不了毛了。来，走，我们不要带。不要戴头，不要戴帽子啊、哦！不戴帽子，哎，这个头出来，对，把头露出来，来，头耳朵听不到的，有点难受哈。两步看看，过来，过来，哎呦，真帅，好、哦、帅哦，好帅哦，阿白，下一个，好帅哦，哦，大白刚刚穿完雨衣不开心了，现在去找个木头闲一下，傻了呀，是啊，生气了，你看他要啃木头了都，哎呦，你看。找人撒娇了，已经。来呀，我给你弄点吃的，好不好？嗯。还给大白买了好多零食啊，还有好多我们就不拆了吧，都是买给家里的东西哈。对，不拆了，不拆了，给大白点吃的吧。回家再拆也行，乱糟糟的啊，回家再拆吧。大白拆的不高兴了，都没给他吃的。来呀。哎呦，不吃喽。哎呦，生气了，吃的都不要了，来。过来，过来。我说你不要了呢啊！来，坐好，坐好，嗯，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吃好吃的啊！那那个可漂亮了，可帅了。嗯，坐。哎呦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了，这个啊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帅帅的。嗯。把这垃圾丢一下吧。丢一下就行了。哎，快递快的啊！拆出来感觉没多少东西啊。嗯，就是拆的过程还是蛮舒服的，全是一些买到家里的呀，然后大白的自己的东西哈，嗯，杂七杂八的，过年啊哈，多买点东西。我找个垃圾桶给他换了。换了，我们在这边休息一天，明天就回去了。对，最近好像早上都封路啊。是不是雾太？好像说雾太大了。就是一到冬天啊，就是江苏这边的话，好像是雾霾都比较严重。嗯。我今天早上看这边还是显示封路呢。明天反正在那边待一天吧，待一天，然后后天回去。嗯，不行的话就晚上回去了。不行的话就晚上回去吧，就是趁着晚上赶紧再开回去也行啊。嗯。